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平安！欢迎你们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新约神学系列。呃，从这一集开始呢，我们就会呃看福音书。我们先看的呢是马太福音。我想要用一些时间来和观众朋友来谈一谈，从福音书里面呃整理神学要注意的地方。我们在之前处理的呢。 呃，都是新约里面的呃书信，来到呃福音书这一类型的作品的时候呢，在处理方面呢是有一些的呃分别的，呃，就好像每一个书卷它有突，每一卷的书信呢都有它自己的那一种环境历史文化因素。如果说不谈这些每一个书卷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的话呢，就是不同的作品的类型。 也使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、拿捏的时候、重建这个信仰主题跟憧憬的时候呢，也有一些不同的重点。所以呢，我用一些的时间让大家能够知道应该怎么去读福音书，如何从福音书里面沉淀结晶其中的神学的主题、神学的原则。首先呢，也许大家要明白呢。 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，不像我们读书信这样的直接清楚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就是说，呃，书信的作者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呢，的目的呢，都是相对的清楚的，至少他的对象是很清楚。意思就是说，保罗写给、呃、罗马的弟兄姐妹是很清楚，是写给罗马。 呃，保罗写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很清楚，写给在加拉太的弟兄姐妹，写给呃腓利门等等等等，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写作的具体的对象，甚至呢，我们从这个的呃作品的的内容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把握，就算没有一百分之一百的话呢，大概也可以八十九十，他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？ 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我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的时候呢，呃，保罗说，格莱是家里的人告诉我什么什么，然后我怎么怎么做。显然有一个有一个因，有一个果。啊，论到你们信上提什么什么的，有有一个原因使得保罗去写，所以作品的那个目的呢，是相对来讲清楚，我们就可以，呃。 因为这样的一种的把握呢，明白经文的意思，然后进而的重建经文背后的那个神学的主题。可是呢，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，第一，谁写这个福音书，我们其实不知道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读福音书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可是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些题目呢，这些这些书的名字呢，是第一世纪末期、第二世纪。 才加进去的。本来写的时候呢，呃，他没有写他的名字的，作者没有写自己的名字，因为他不是书信。呃，也许他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呢，呃，收这个福音书的群体根本就知道是谁写。可是对他们来讲，那个作者不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最重要呢？是福音书的内容的环绕的耶稣才是真正的主角。 所以，其他的人就不重要了。那个作者是谁也不重要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的人知道说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可是呢，他们是谁呢？对于那个作品本身来讲呢，没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影响，因为作品根本的那个中心就是耶稣。可是话是这样讲，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作者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于那个作品的拿捏呢，好像就有一些。 觉得好像有一些距离这样子。如果说作者不很理解的话，读者也是。其他的书信有清楚的读者，可是，呃，福音书的读者是谁呢？我们发现呢，这一种的拿捏呢，不比，呃，书信清楚。那这是几个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，面对的一些的困难。再来，那个体裁的差别是一个非常明显的，一个的距离。 书信是直话直说，有问题解答，有问题建议，有问题责备，很清楚的。可是叙述呢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可以说，如果神学是系统的陈构，如果神学是理性的言说，如果神学是教义的展示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叙述不是一个最直接的一种表达。 叙述给我们看到呢，是是一个的故事，你你很难从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一个很系统的成构，你很难从一个故事里面呢找到很理性、很很很逻辑的一种的陈述，你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清楚利落的一个教育的解释的，故事就是故事，是吗？你你要沉淀，你要结晶，才慢慢看得出呃背后的神学是什么。 背后的那一个的呃信仰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要注意的情况。那观众朋友可能会以为，那那是不是不可能？也不是，其实呃也不是那么的不可能。因为呢，在福音书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福音书的目的呢还是可以把握的。甚至有一些的福音书的作者呢，还把自己的目的呢写得很清楚的。比方说，我们在读着。 比方说，我们在读《路加福音》的时候呢，《路加福音》的第一章一到四节呢，路加就讲得很清楚，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了。他说：“提奥菲罗大人呢、啊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书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就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的这些事，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心里知道你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” 这边把写作的目的讲得很清楚，而且读者也讲清，你读者也讲清楚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我们可以了解，诶、欸，他是对着一个提洛提奥菲罗，也许是一个人，也许是一个人所代表的一个族群、一个社会的阶级。反正呢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得到呢，有目的、有对象，也不见得是完全不可以把握的，对吗？ 另外一个福音书《约翰福音》在二十章呢，他也把他的写作目的写得很清楚。二十章的三十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里其实也是把这个福音书的目的写得很清楚。 他要的，就是读者知道他的信仰是有缺据的。他要的，就是读者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，可以明白耶稣是谁。怎么理解呢？通过叙述，通过故事，通过故事的发展，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。通过耶稣的身份，他的工作，我们看到救恩。 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极其重要的。如果说在呃系统神学里面，或是在书信里面讲到救恩的时候，都看起来是一些的要理，甚至一些概念的话呢，在书信里面的救恩，在福音书里面的救恩呢，就是活生生的一种生命的面貌、生命的经历了，而且在叙述里面出现很多的人物。 有耶稣，有门徒，有误解的人，有明白的人，有大人物，有小人物，有敌人，很多。在这些的在这些的面孔里面呢，我们发现信仰不仅我们发现信仰就不是一些抽空的概念了，是很真实的面貌。甚至我们在叙述的阅读的时候，似乎看到了自己在读福音书的故事的时候能有信仰的力量。 就更加的明显，而且也是因为故事，它有一种的情节，有一种的方向，有一种的结局，有一种的憧憬，这要比书，这要比书信的那一种因为议题产生的一种讨论呢，更加的立体。如果说在书信里面是一些的问题、一些的解答所构成的一种信仰表达的话呢？ 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是看到了信仰的世界，信仰的血跟肉，信仰的面貌，信仰的生命的表达。所以，从福音书里面整理神学呢，它有它的难处，可是它有它特别的地方。这种特别的地方，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加靠近信仰的憧憬，信仰的那种的力量的。所以，从福音书。 的角度来体会信仰呢，就不是一些抽象的一些的概念的，而是从这个焚书的阅读里面呢，能够回归神的心意，然后生命呢得到呃塑造，得到改变。回归神的心意的时候呢，呃，体会究竟神国呢原来不是一个的概念，而是一个实际在生活里面的一种的经历。 我们每天都可以体会的，而不是一个远远将来的一种的一种的概念，而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的。而且这样的经历呢，使得我们人与人之间、人对神之间，都变得一个很真实的一种的体会。福音书里面的情节，就好像在我们的生活的情节一样。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、所环绕的，是一个曾经活在世上的神的儿子的生活。 所以谈到福音书的神学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有几个的重点。这几个重点呢，是我们在整理福音书的时候呢，尝试要理出来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耶稣是谁。每一个福音书处理的问题呢，就是耶稣是谁。可是这个耶稣是谁呢？不是一个哲学的一个问题，也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。这个历。 这个耶稣是谁的问题呢？其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的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关系，就是我们所福音我们在福音书所读到的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换句话来讲，就在福音书里面的阅读，我们可以对耶稣基督有更多的了解。用神学一点的讲法，我们有了一个基督论。 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活，就变成门徒的生活了。那如果这个门徒的生活牵连到其他的人，组内的弟兄姐妹的话呢，就甚至是一个教会论了。可是不要忘记，这一位耶稣来，神的儿子来，他要救赎所有的人。 所以，耶稣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对于教会里面的人，也是对其他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也要问一个问题：究竟对其他的人有怎么样的一个意义？如果说耶稣的身份、他的使命、他的工作对我们有影响，对其他的人有影响的话呢，那中间牵涉一个叫改变。怎么改变呢？ 那就是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当我们在福音书的内容里面看见这样的一个的图画，看到这样一个憧憬，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展现，然后我们是是认同呢，还是拒绝呢？如果认同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有很多的调节，有很多的改变呢？如果说你拒绝的话，我们会落在怎么样一个观光景呢？ 究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或者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怎么样的盼望、怎么样的憧憬呢？那这个是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，要去啊、呃、把握的几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再下来呢，我要谈一谈就是在过去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，整理啊、呃、这一个的呃新约神学，特别关于基督论的时候呢，呃很多时候呢一些的。 呃，学者专家呢就会用一些的，嗯、呃，称谓来处理耶稣的身份，还有他的，呃，工作使命的。比方说，呃，人子啊，啊、呃，基督啊，大卫君王啊，啊、呃，玛利亚神子啊，主啊等等，用这些不同的名号呢，称谓呢，来把耶稣放进去，说啊，耶稣是一个大卫的君王等等等等，这都是一些。 呃，有价值，呃，挺不错的一个进入一个切入点。不过呢，呃，我们越来越体会，如果说真的要明白某一个福音书耶稣的面貌怎么样，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进入这个叙述里面，跟从这个叙述的演绎，让我们明白耶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身份，他的工作是什么。因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的名号。 任何一个这称会，可以呃充分完满的将耶稣的那个身份、他的工作呢，讲的完全的，所以最妥当的上方法呢，我们就跟着这个叙述来阅读。讲的呢那么许多呢，是要给观众朋友做一个铺垫，呃，知道我们往后的几集呢，我们在用这样的一种的切入点呢，来阅读福音书，来、呃、从中明白耶稣基督他的身份、他的意义。 并且因为这样子，对我们自己有一个的了解，对我们的生命有一种的改变，使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身处的环境、社会有一个憧憬，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方向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呢可以进入这个马太福音了。我们就按照马太福音的呃次，我们就按照马太福音的次序去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呢，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。 就是一个家谱。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，一打开的时候呢，就发现一个家谱放在这个福音书的开始。我们在读这个家谱的戏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家谱呢，有些很特别的特色在里面。我们一起来，呃，看一下，在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然后呢，就从亚伯拉罕一路的数数到，从第一节数到第。 啊、呃，十六节，呃，重要的是呢，在第十七节，他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四代，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，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。那马太福音是通过这个家谱呢，来呃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的。 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，刚刚我说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耶稣是谁？我们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呢，我我们就明白，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君王，因为这个大卫的名字在这个家谱里面出现好几次，而且这个十四的这个词汇呢，如果把它变成希伯来文字母呢，是可以成为大卫这个字的简称的。 而且这个大卫的君王呢，就是成就了在旧约里面应许大卫家的那个王位。而且这个家谱里面呢，也说明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是承继着旧约的应许的这样一个脉络。从这看起来，好像很沉闷的家谱里面就有很丰富的含义在里面。第一，耶稣就是大卫的君王，承接着。 这一个亚伯拉罕下来的一个命脉，意思就是说，神是那一位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从一而终信实的神，也是说旧约信仰跟信旧约信仰跟新约信仰之间有一个的连接的。那在这里呢，你会发现，呃，耶稣的身份呢，在这样一个的经文里面呢，就让你体会了大卫式的君王。 还有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用一个间接的方法，让我们看见神圣的一位信使的神。接着家谱呢，就讲耶稣降生的事情。呃，我想观众朋友对这个经文都很熟悉，我们就呃不看了。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呢。呃，约瑟跟玛利亚本来是有婚约。 可是，呃，玛利亚从圣灵里面怀了孕，呃，约瑟知道之后呢，啊、呃，不知道是圣灵，啊、呃，知道玛利亚是有孕呢，就想要，呃呃，休了她。后来、呃，神也借着天使呢，让约瑟知道这是，呃，从圣灵里面来的一个的身孕，所以呢，就，呃，继续这个婚约，然后呢，甚至呢，说，呃，这个孩子的名字呢，要叫耶稣。 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一切的这的成就呢，是应验主，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：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”呃，这个耶稣诞生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的插曲呢，就再进一步的把耶稣的身份——神的儿子，不是用人的方法而来的。 这样的一种的来源，还有应验着旧约里面所说的神的同在和应许，都放在这第一章的经文里面。甚至耶稣的名字呢，如果用希伯来文的讲法呢，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接着这个摩西的棒，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。从罪恶里面出来就是埃及地，耶稣的名字呢，也就是约书亚，所以他是一个新的约稣亚。 把百姓带到真的应许之地，脱离罪恶。所以在第一章里面，你就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的一个的叙述，里面呢有很多很丰富的关于耶稣的身份的一个意义在里面。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那个的情况呢就急转直下了，因为耶稣诞生的时候。 有呃，东方来的几位的学者来朝见耶稣，然后中间呢，中间呢加插了这个大希律的呃，知道这个君王的诞生，呃，起了一个凶念，要杀耶稣。结果呢，呃，神的使者让约瑟知道呢，就带着家人呢往这个埃及去。在这里呢，《马太福音》这个叙述里面呢，加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。 他说：“这样应验主借着先知所作的话，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来。”这是在第一章的第十五节。那这个经文是来自河西亚书十一章第一节的。可是呢，呃，这个经文用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就马上将耶稣的生平、他的工作呢，跟出埃及这个事件呢，连成在一起了。当然。 他的名字叫耶稣，或是耶稣呀，已经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的提示了。来到这里呢，就更加清楚的说明，耶稣他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带出来的那一位神的使者、神的仆人、神的儿子。 呃，在这个福音，在这个福音书的第一章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身份是有很多的层次的，没有任何的一个名号、一个称谓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。他是亚伯拉子孙，啊、呃，他是以色列的君王，啊、呃，他是约书亚，呃，他是呃摩西，等等等等。你必须按照这个叙事的过程呢，才能够明白耶稣的身份。 所以，当这个福音书的继续继续下去的时候，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，在约旦河受西几约翰的浸的时候，然后再到旷野，呃，四十昼夜受试探，胜过了试探，到第五章开始登山报讯。这样一个叙述的安排，你会发现，如果说你读的细一点呢。 其实就是一个出埃及的重新的演绎。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四十年在旷野，面对试探失败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，呃，摩西上西南山接受领受了律法，向他的呃同胞以色列民颁布神的律法。在马太福音里面已经提示了，他的名字叫耶稣养。 已经提示了，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；已经提出了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；也暗示了，在约旦河的受尽，就好像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也是在这个四十天的，在四十昼夜的试探里面，好像跟以色列人的四十年的那个的受试炼可以对比。 分别在于，以色列人四十年的呃旷野的流荡呢是失败的，而这位神的儿子呢是胜过的。然后到了以色列人，接着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了律法，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耶稣登山的时候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耶稣开口教训他们的时候，豁然开朗的。 耶稣就是那一位的新摩西。从第一章到第五章，你马上会看到耶稣的几重的身份，都很稠密的放在这样一个的叙事的里面。从这样一个叙事里面，我们就看得清楚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位神子也是大卫的君王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是约书亚，也是摩西。 这个就对耶稣的身份呢，带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提示了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马太福音还是刻意的用呃很多山的议题呢，凸显耶稣的讲论，还有耶稣的身份。呃，耶稣在深山上登山宝训，耶稣在山上变相，耶稣在橄榄上的讲论，最后的。 二十八章，耶稣在山上差遣他的门徒往外帮传福音。还有三个试探里面，最后的一个试探是在山上。这几个的山，说明了马太是刻意用山来表达耶稣的身份，来表达耶稣他的职事、他的使命的那一种靠近上帝的心意，那一种开阔辽远的意义。 除非从叙事里面仔细的阅读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马太尝试要表达的那个意义。下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将会继续的看福音书，我们继续都会看马太福音。希望从这个马太福音里面，我们更加认识耶稣，从认识他，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也因为认识我们自己，可以知道如何面对我们所身处的。 世界和社会。